Hello，那吃中午啊？不是吃中午，是晚餐呢。宝宝这样打给我，这样就直接这样子了。我也是很干脆了。本来想去那边吃啊，那边餐厅没有冷气，没有冷气的这边吃。OK， 转过来。对应的。刚才要睡了五小时了。好像可能会正常了，明天要做白天了。那现在工作，有工作要顾家，可能要做白天了，要慢慢习惯了，转换过去了。所以现在可能两点半就开始做，做到傍晚。热就热了，没关系啊。现在不调试一下不行啊。嗯，对大家很好，还不错。那等天气凉一点就可以尝试吃火锅了。就喜欢吃火锅，然后蘸沙拉酱配饭。哇，大家自己做的好辣，很好吃。现在高丽菜比较贵，然后就可以清汤可以喝的。希望 这次的案子能成交。三楼顶搭一个鱼车，不会很难的、啊。成交就马上要去做了，可是因为高还是要有点危险，他自己要小心一点。那家好吃，我不太会为了工作抢工作，然后去价钱开得很低，我不太会想这样子，所以我最低的价钱还是比人家高，可是也要做品质的。你把价钱开太低，随便做，我觉得这样也不好。好辣，还不错。啊，我们就吃这个了。哎，拜拜。